公的生日，他们今天帮我提早庆生，因为我们要去考皮丘了，像我们玩一个很难理解的游戏。对，然后有人正在说明游戏规则。生日愿望先许吧。对啊，可是好像是先许吧。欢迎发票，我们听讲只要点哦。发言要那个讲话的那个发音。我们这边的好了啦，我听好。那蛮好看的。不要给我看烂戏。好好看。呀，这感觉很好吃。真的哎，好好吃哦。超大的。好了啊，我准备开始了。好。含蜡烛，先唱生日快乐，自己唱啊，自己唱一杯，开始。祝你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加快版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的帽子可以好一点。帽子可以站好。好，第一个愿望是希望成功的半年了，能够顺利在澳洲。耶！要好，大家都可以交男女朋友，好吗？好。因为那毕竟是来澳洲的目的呀。当然说夸下海口说要百人斩，现在一人都没有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希望 coronavirus 快点过去。一些路来啦，大家健康。然后第三个，别这么快好吗？这帽子不太了，太小了。第三个，爱在心里头难开哈，爱在心里头。哎，没有，刚刚的第三个愿望都是爱在心里头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许掉了，许掉了。第三个是蜡烛，蜡烛没了，快点。好，喊蜡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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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举蜡烛，喊蜡烛。切蛋糕，用手切，用手接，手当刀子。好看哦，那个冒烟呐！来，这个还有火点，来再喊。不要这样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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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不能切断哦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庆贺你新神快乐。嘿，我就是第一集，我觉得我难当哎，要多珍惜各位。那两块钱是恭喜你，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工地，现在呢，我在卸妆中，清完身，然后等一下就是凌晨三点半的时候要去打车。所以呢，先卸个妆，因为要搭车搭到晚上七点，就是不想带太多妆。明天白天就是画个礼貌妆就好了，口红这样，现在先把妆卸掉。现在是3:15，我们要去搭巴士到雪梨，要搭就今天是凌晨三点嘛，晚上七点才会到雪梨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五三。可以陪你在那边等一下，反正30分。到的听歌。听歌陪我们凌晨三点出来载我们，让我们等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去搭车了，感恩听歌。Yeah, 谢谢听歌，耶、yeah. ，谢谢哦。好燥哦，听歌。现在呢，就是 COVID-19 的关系，就车子都会间隔梅花座这样 ，sit here， 所以我们现在找自己的位置。我们现在上车，然后为了等一下能安稳的睡到目的地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就是很想睡，也是死命撑着不睡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现在等一下大家上车，时间到应该就会出发了。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抵达目的地。
很久的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上完厕所之后，我们没有下车，因为我们没有想要买东西这样。然后那司机就一直盯着我们看，不让我们下，就是叫我们下车的意思这样。然后我们一下车来到这个商店里面，再探出头，哎，车子不见，然后我们的书包、背包、钱包、电脑什么什么护照都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等车子回来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像是七点半，我刚好听好像七点半才会开回来。晚上七点的时候，七点半的时候会到雪梨跟朋友聚餐。我现在应该是已经进到雪梨里面，但是还没有到市中心。到我们超熟悉的雪梨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去机场，至少要去凌晨。然后我妈买了面包，等一下在路上可以吃。然后希望等一下可以平平安安无事的，快把车子开到那个旅馆那边，先去领我们的行李，然后等我们出发往客服港前进。现在呢，我领到车了，我现在在雪梨机场里面，然后是给我一台韩国车，现代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饭店找我朋友集合，但是呢，他刚刚跟我讲，因为我没有买他的 navigation， 我觉得太贵，然后要用手机自己导航嘛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我的手机 Apple 是可以直接 CarPlay 的，但是那个怎么按都按不出来，所以我现在去找他来帮我急救一下。好紧张哦，我第一次自己这样出发哎。给他，我说就很普通，像长怎样？对啊，那个就是没什么好拍的、啊。各位，现在才开了两个多小时，离晚上的路程还有四个多小时，我的 Newcastle 都还没开到。然后因为最高限速写110，我想说应该最多只能开110，然后我就一直开110了，可是后面的人一直扒我，好像觉得我开太慢，所以我很怀疑到底是我不懂交通规则还是怎么样，还是真的可以开超速。可是我朋友说就是没有什么上下时、正负时这种东西，只要有超速就会被罚这样，所以我才一直都很乖，开110以内。但是我开110还是被扒。那现在我们真的肚子太饿，因为早餐买了，但是还没吃就先出发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边的一个休息站，然后 Travis 救救他去买吃的，然后我现在先在车上吃我的面包，然后等他回来，我们差不多用一用就要准备再出发。而且刚刚真的太尿急了，所以紧急找了一个休息站。然后我朋友他们因为已经开过头休息站，他们开的比我快，所以呢就是我们到时候最后会在那个饭店集合，对，跟大家生存申告一下，平安。各位，快9点了，我终于到客服港了。我们总共开了9个小时，因为一度刚刚中途去休息了2次，然后呢，前面又在雪里大塞车。我现在终于到了，我快点洗洗睡，然后明天还有更多的那个什么路程还要开。那我们各位明天见啊！话呢是到布里斯本环车之后，那我们坐火车进去卡夫丘这样子，希望今天也是可以顺利。但是今天路程没有昨天那么久，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万幸了。对，好。
那今天比较早出发，应该可以早点到达，加油！这边的一块钱薯条。我们四个人找不到加油的地方在哪里。刚刚入境，然后现在终于到黄金海岸啦。只是今天有点阴天，因为这个礼拜好像都会下雨。的陪伴，门钥匙 ，Return the key。OK，Yes、okay,。严快许愿，好，我先许愿。可以。希望呢，我们在草莓包装都可以赚钱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要赚钱。好，我要录你啊！好，一二三。哎，不知道号码。快速的，好不好？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